嗨嗨，移动我的，呀，嗨嗨，嗨嗨大，等一下，我发现我还没有按，我等一下一边吃东西，一边跟你们聊天。每天都是忙碌的一天。笑笑，你每次起手式都一样。对，我还……哎，你怎么知道？对，我还没有按下去洗衣服，它已经在里面了。我香香豆也都倒好了。谢谢北园的提篮盆花炸物，不是葱油饼，冷掉的葱油饼。礼拜六才洗，没有，我分颜色，我礼拜六洗黑色，今天要洗白色。我后来没有洗，我后来回家没有洗。那我现在要去按一下了。那我顺便装一下我刚刚煮的东西。煮的茶，等我一下下。没过，我们再等他一下下。我来泡个热汤，今天好冷。嘿，泡个热汤。今天终于有，今天终于有冬天的感觉了。加热一下葱油饼，我也在想，因为其实微波炉就在我旁边。微波炉，微波炉。自主锅，自主锅贵贵的，一个人吃太奢侈。你们觉得我要热吗？我还有一个甜甜圈，好了，我热一下好了，不然感觉好可怜。被我吃了一片的，被我吃了一片的葱抓饼。微波炉不是哎、欸，它不是从微波炉生出来的。算了，这个有糖粉，不要把它拿出来。好累哦，甜甜圈，你们有没有吃过那个什么晴光市场吗的那个脆皮甜甜圈？谢谢 Dragon 的啾啾你哦。谢谢家俊的挚友包包，耶！谢谢，欢迎的是浪小宝风世族。后站的鲜奶甜甜圈，它不是晴光市场的吗？谢谢可乐的小鸡蹦蹦，晴光无敌那个真的很好吃哎！谢谢黑杰克的会员票，我就看一下我的那个好了没？我的算了，我把甜甜圈拿出来了，不然我的垃圾都没有地方放。我就看一下我的东西。你会特别去排吗？会啊，我如果想吃的话。
不知道够热了没？要刚出炉，刚出炉的真的超好吃的。可是我就是那个跟葱抓饼买的那个一个十块的，因为现在是涨价十五块，以前都要十块的甜甜圈。对，甜咸混合，我去拿一下东西。桂圆红枣魔人回来了。我今天实在是不想跟李彩杰打架，所以我只好出来外面。自己泡，自己煮的，我不是用泡的，我用煮的。小可爱小汤匙都拿去洗了，自己煮对啊。没人吗？有啊，我去拿个东西而已。去拿东西，嘿，嘿，嘿。自己往餐摆个盘，没有没有。我们今天是甜咸混合哎，感觉超不健康的组合。等一下。谁吃了我的一片葱抓饼？为什么只剩两片？原本有四片啊，我吃一片是三片啊，怎么只剩两片？呼，谁？嗯，哎呦，还是现弄的好吃。不是哎、欸，是他没有，他好像没有用很多油。不好意思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们是喜欢吃小的那种葱油饼，还是一张大的，然后切成小块？我今天中午吃什么？我中午吃什么？卤肉饭加鱼皮汤。大块他就帮你切成那个啊，就是切一块这样。再加上是没有，就一个蛋而已。我小时候比较喜欢吃大张的，长大好像比较喜欢吃小张的。谢谢抓坑的金星。对，大块切小块就不会加料，就是原本的。
但我的鱼皮汤还没喝完，它在冰箱。还有博成的直播小护林，大家是会就是喝鱼皮汤的人吗？放音乐。你们是会喝鱼皮汤的人吗？对啊，我都一餐当两餐吃。会，我也觉得鱼皮汤很好喝。我小时候不爱，但其实每次有的时候我都会喝个两口，然后觉得哦好好喝，但我都不知道它是鱼皮汤，就是我不会特别记得它是鱼皮汤。然后直到我现在长大，就比较爱喝鱼皮汤。鱼皮很嫩，对啊，我也喜欢吃鱼皮，鱼肚还好。有卖鱼皮没有？喝鱼皮汤不吃皮，可是皮都是胶原蛋白。不会不会，会很爱。凉拌鱼皮，可是我凉拌鱼皮是虱目鱼皮吗？鱼肠不敢吃。那我吃过鱼肠，什么味道？鱼肠是什么味道？凉拌鱼皮，它是凉拌鱼皮是什么鱼的皮啊？鱼肠大的好吃，不会很奇怪吗？鲷鱼皮是啊。谢谢偏偏刚刚的告白气球，谢谢建谷的圣诞铃铛。我想去看一下我火到底有没有关，我记得我有关。看着都饿了，赶快吃啊！我刚刚讲什么？我刚刚讲什么？我忘记了。你们觉得曼陀珠是脆，是硬糖还是软糖？看起来加很多蛋，就蛮多的，一张好像加了两颗吧。没有，可是你想，它其实是软糖的，因为硬糖应该像那种冬瓜糖或者是养乐多糖那种才叫硬糖，真的棒棒糖那种才叫硬糖。要那种咬不下、咬不破的才是软糖啊，不才是硬糖啊。我在吃葱抓饼。蛮有教育的吧，是不是？
脆皮软糖，对，它是脆皮软糖。我们局长那天早上，我们成员就在讨论这个问题。他没有软糖的吗？没有没有，那雷根糖是软糖还是硬糖？谢谢拼拼的冰雪屋，谢谢拼拼。拼拼是不是为了保那个勾勾，把所有的浪花都用上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突然想到。讨论的结果是啥？就是软的有一派，硬的有一派。软的有一派，硬的有一派，但我就觉得它是软糖，因为。还有俊成的月三元跟自由包包，就是觉得他是硬糖的人，就是会先把它含着然后再吃的人，可是觉得他是软糖的人，就是一开始就把它咬碎的人。我就是一开始把它咬碎。那你们吃馒头都是哪一个哪一派？对啊，是不是是不是软糖加可乐？加可乐，那你会变人体喷泉耶。对啊，一开始就咬碎它，咬碎啊，对啊，所以它是软糖，对不对？不行啊，而且你看雷根糖，雷根糖也是脆皮的，那为什么雷根糖是软糖，曼陀都是硬糖？你会觉得蛮值得探讨的吗？还是我应该去发，现在没有知识家，那发一篇知识家问大家说到底是软糖还是硬糖。谢谢冰特选的真情告白，谢谢小梦的年度会员票，谢谢，谢谢杰的圣诞铃铛，没有吗？你就说我说的是不是有道理？雷根皮还是软的？没有，雷根皮也是脆的啊。你是不是咬下去还是会有感觉？它对啊，它内部是软糖，但外面是微硬的。谢谢燕婷的缘分相遇，谢谢 JK 的冰晶，谢谢思琪的滋补的守护灵。对啊，你不觉得很值得探讨吗？曼陀珠到底是软糖还是硬糖？那你们觉得是软糖还是硬糖？搞笑诺贝尔奖，没有，它就是硬糖。那它就是软糖，我是在搞混。这种问题都很该弄下来的。烧饼不蘸酱，它原本就有涂酱油膏跟辣椒了，所以它其实蛮辣的。全场多少钱？我也不知道。所以你们觉得到底是哪一个？我真的觉得很值得探讨。谢谢。Vivi 的红玫瑰，谢谢点的红玫瑰，谢谢俊成的红玫瑰，谢谢夜路的红玫瑰，谢谢姐的缘分相遇。我刚刚讲什么忘记了？软，因为大部分都是软的。对啊，是不是？它只有那个脆皮是硬的。我终于找到跟我想法一样的人了。
开始杀入的红玫瑰是唯一原教师的红玫瑰，想他们是蕴藏，他比老马饭店好是不是？我不爱吃软糖。你看我用糖糖的符号，它就是个硬糖的包装，所以各位糖糖是硬糖不是软糖，因为我喜欢吃硬糖，我不爱吃软糖。我好像从小就喜欢，我从小就喜欢软硬糖，所以在软糖中我唯一能接受的只有曼陀珠跟雷根糖而已。谢谢彩虹的缘分相遇，曼陀珠还咬碎，没有就是会想要去咬它，可是你知道硬糖咬不动。但我是乖乖桶的牛奶糖派，嘴先破坏外面，牛奶糖可以接受啊，就是我不喜欢那种汉堡软糖之类的。像软糖我都还好，我都还好，这些我都还好，我就是一个非常喜欢，我就喜欢吃硬糖。应该说其实我没有很喜欢吃零食，但我如果要选的话我会选硬糖，那如果硬糖软糖和巧克力我还是会选巧克力。谢谢抓可为我续费一个月的粉丝团，嗨主嗨主可以，但就还好，不会特别想吃。嗯，嗯，那为什么中国糖果是硬糖啊？不是果甜。谢谢钟颖的啾啾你哦，买糖果的过程其实我也还好。汉堡我不行，我真的不能汉堡软糖。后面好硬，它好了吗？我不是煮汤啊，我煮的是那个桂圆红枣茶，然后吃那个我汤用泡的维特奶油汤，我也蛮喜欢的。因为从芝木不是要那个了吗？他们要停产了。哦，那种 Hello Kitty 的那种一盒的蛮喜欢，小时候蛮喜欢吃。为什么只有喉糖可以吃？哦，有好久。嗨嗨，无麦。就很好奇，大家放偶像是，就是你的推崇。偶像毕业之后，你会继续犯他，还是会，就是你会只犯他偶像时期吗？还是你会一直犯他犯下去？我是会一直犯下去的那种。
平常的里面还要加水。红糖面社交工具，真的假的？这么夸张？放下去，一直一直一直。那就这样，看我喝。也要他还在荧光幕前，哦，是。他在眼前发怕的是退群。很难每一种类型都是毕业后吧，活动更多。对我来说，所以粘着度很重要。偶像书。住宅，嗨嗨人格，我那天有看到消息，真的，前辈们毕业后是不是大多都是那个？大多都是就是，比如说往综艺界或往综艺界往主持界，还有往哪里？年终现象很多方式能够用，真的。歌手哦，对，歌手。而且演员比较难追啊，我觉得歌手的性质跟偶像是最像的。因为就是歌手的话，就是还能办控啊，然后还是会有一些商业演出之类的。转身当偶像，今天好漂亮，我每天都很漂亮。都做下去。谢谢阿 k i l a 的圣诞铃铛，谢谢阿波的红玫瑰，谢谢乌鱼的红玫瑰。谢谢修哲的紫普的守护灵。如果是我，我想做什么？你们要我先给你们打预防针是不是？你们想我给你们打预防针是不是？因为志伟的真情告白，因为一直被突然入侵，让我带不去。梦想是什么？其实有想过很多，
谢谢天灵的会员票，谢谢光泰的真情告白，谢谢阿波的缘分相遇。可是我觉得我不管做什么决定都是还会见到你们的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，还是可以见到你们的。我不管做了什么决定都是会见到你们的，所以你们不用担心。感谢上空漫画，结果还是打预防针，还好吧？但我没有讲说我要干嘛。可是我觉得未来这种事本来就是很说不定的东西，你怎么讲？想法说实在要变真的很快，结果大家会去选里长，然后所有堂堂都要转去那个里选里长。你身上的人还在我的怀里，拼命的擦掉痕迹，面对你认真的眼睛。我选里长，你们都转那个，都转去那个里。我告诉你，千户籍，谢谢大风的香槟 level one。我消失在阳光里。我声音好沙哑。可以迁户籍吗？迁户籍，笑死！我如果选里长，你们都要迁户籍。这里房价突然变高，大家都变邻居。然后不是要那个招募那个免费志工？你各位有没有去报名？那一天你牵我的手，等我一下，我回一下东西。谢谢光泰的年度会员票，谢谢光泰的浪小宝风氏族。变闹蛋不要紧，为什么变闹蛋不要紧吗？啊，可是我是变闹蛋减一派派，减一半的派耶。十几个人户籍，哎，没有，我如果当里长的话。为什么是这个奇怪的话题？谢谢平平的浪小宝风氏族，欢迎午餐啊！有看到有，哈塞萨利卡多，过年可以去里长家吃饭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如果当里长，我就办个里长演唱会，你们给我全部都坐在台下。人家不是办那个那叫什么李明同乐会？我告诉你，我不用请歌手。我自己上来唱，里长自己上来唱。我们里的萝卜我们办。可以啊，收费吗？没有，李明同乐会没有在收费的吧？你顶多100块这样子。这个叫老人吃寿司。李明出游，那个
AKB AKB 群，抽狗狗楼吗？没有，抽我的纸币。你要害我才能拉票。出游，该请个缆车。没有，里长我会直接跟那个日本的那个日本的，就是白那个白饭合作这样子。然后就是就是我们的里，好了，可以了，我们里可以直接买到日本的白饭。然后重点是以那个那叫什么姐妹，就是然后是那个，他不是说什么姐妹市吗？没有，我们是姐妹里这样子。你上次对产地直送，心疼不舍却无可奈何。欸，没有，而且我们里一定会很干净，因为我们的志工非常多。第一张写真的里，因为我们志工非常多。还以为在总选呢，笑死。里头志工都在讲垃圾。哦，欸，那个就是那个啊，我们还要一起去净滩。对，我们要一起去净滩，然后垃圾捡最多的可以获得合照券一张。那合照券三张，第二名两张，第三名一张。会不会自己有人自备垃圾去净滩？我们里还是没有没有，就是你知道做个公益活动嘛，他就会被搬走。你要住海边？没有，我们要就是回馈这样，自己丢自己捡，清杯车。然后这个时候自己站上去。我以为说你叫我站上去，李明出游，自己丢自己捡。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白粽？他是北京城必然说，欸，如果哪天 TV 真的办一个公益活，算公益活动吗？算回馈活动，然后回馈活动，然后你只要净滩垃圾捡最多，然后你就可以获得合照券，你只要捡一公斤就有合照券。是他捡一公斤才有合照券，不是，我是说这是就是一个回馈的活动。可是我们在讲说，如果以后不当回上去当里长会怎样？谢谢哈。对不起大家的耳朵，对不起。那减肥可以减减计划，批发垃圾，连丽莎都不会是。欸，
没有，可是如果，可是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棒啊，就是反正大家平常也都很会去某每一个地方嘛，就是大家都有办法想，就是大家都有办法去。我都在讲什么？就是不管在哪里，大家都有办法去。对，所以我相信，假设去某一个海滩进滩的话，你们也是有办法做到的。李明减一公斤减最多有奖励，这也太痛苦了吧！如果大家就是跟我一样瘦的话，你要减一公斤很难呢，要那个比率，就是你减了你的几趴这样，原本的几趴。我在这边忘了，天亮了，雨停了，失去笑场面镜下，完了，我的垃圾了。浪里都动起，浪里动起来，那好，跟浪合作，浪里动起来。然后我们这个浪里动起来呢是什么？就是我们今天来到了海边，然后我们开着直播，然后请我们的李明一起跟我们动起来进滩。然后旁边有很多那个大炮记者嘛，就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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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然后我要那个丢那个将那个地上的垃圾袋啊捡起来，哇，那个最美里长捡垃圾。继续在那边表演就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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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最美里长，最可爱里长，那就不会了。人家我不美，我不美，我可爱，好不好？谢谢幻影战士的爆炸雪人，黑色都是在这在看 board 是不是？南北极制冰为什么？为什么是南北极制冰？哎，我每次都滑上去才发现，你刚刚有很多没有跳出来的留言。哎，所以真的不是我不念你们，他真的有很多没有跳出来的。米花里，看布袋。明天会有多么的汹涌？只想记住此刻我有多快乐。婚礼规定明天都不能走心，那直接变那个米花里。那我是不是要找一个正太当柯南，然后我是小兰这样？你要给我什么？理想广播。我没有，我哪想诱拐正太呢？总有一堆人来这个，但可以隔离。我刚刚说什么？大家觉得我举展那一天的声唱如何呢？没有电哦，全部都是全声唱哦，没有电哦。你看我那天本来很想要发一个，大家觉得我的撸猫的撸猫前面唱的如何的现实动态，但我后来想说算了，还是不要发好了。然后
然后我后来就没有翻，然后我就一直在刷那个，就是他有没有，大家有没有去留言这样子，就大家都只有说李毅好可爱，布丁是布丁吗还是谁，然后就大家都只有留好可爱，然后我刷了好久，我到今天还在刷，然后我都没有看到任何对于唱歌的任何点评，然后我就是想看一下嘛，我第一次唱啊，我就想说我还自己结束的时候听了好几次，我想说会不会很难听，我会不会又要成为那个叫什么 po 文的标题，不是是林官邸的文啦，我是说那个粉丝们拍的饭拍的影片，然后大家不都会录影嘛，然后我就会点开无根无据入门，然后点开来看，然后哗的留言，然后看有没有我啊，没关系，应该是大家还没有看到，没关系，然后啊再点开一次啊，没关系，大家可能只是还没有留言而已，然后划到一个林毅好可爱，大家好可爱，我也是可以关注一下我唱歌吗？会留言都没去寻找，为什么？看到那些什么？没有，我没有走心，我就是想要讨拍拍一下，我就是想让你们跟我说，可以就是继续加油这样子，不要灰心，你可以唱得很好的之类的这种留言，对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好，没事。指挥手快到了，辛苦了，沙鲁辛苦了。现场听到的不爱我的兄弟，是没错啦。但我就是，你知道，毕竟就是《撸猫》这首歌很有挑战性嘛，所以我就想说，我很期待，很期待，看看有没有人要留言。如果哦，大家都留好可爱，其实好可爱也没有不行啊。那就是啊，我很期待大家对唱歌一点点评，但是大家都没有讲到唱歌的部分，大家都只说大家好可爱的部分。好了，没有，你们不要去乱留言，什么丽丽叫我来留言没有？我就只是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我这几天的小剧场。没有差评就最好承认哦。好了，是也是，是没错。看这里，我记得有看到，真的假的？以后起手式什么起手式？看了不会唱就合格。哎，我很努力，快点，我们再听一次。我为什么要公开处刑我自己？但我真的觉得我就是还可以，对。哦，对我自己说，对。但我就是你知道，人要对自己有点自信。我会不会这段以后被剪出来，然后剪出来编？但叫人不要留言，不要说什么例子，叫我来留言说他唱歌很好听。你们的名字都差不多，好不好？没有，所以不会这么觉得。没关系，大家不用留言，我只是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我这几天的小剧场而已，但就是那样而已，对，我就对，那你们可以，我现在以下开放称赞，对，但你知道小偶像们平常结束要看自己的表演的时候，就是靠各位的纸牌之类的。欸，没有，其实他们硬体设备超好的，因为他的麦其实收音超级好，而且我们在彩排的时候都没有这个问题。为什么会讯号会断断续续，会没有声音，就是因为人太多了。然后，因为他那边的场地其实是一个圆弧，然后他又不是一个吸音的面，他是会反射那个讯号的，所以那反射，然后人一多就会干扰到。对啊，拉瑞姐也有录。
没有，可是他们，我觉得他们准备的设备还不错。孟府镇不好吃，好像有听说。谢谢小轩的告白气球。对，因为我的不能没声音，我的没声音前面四句就会没声音，因为就是那个就是没有电，就是全部都是空的。应该是因为人太多了，大家手机都有讯号，所以全部打在一起。因为你们去看那个彩排，我知道你们有拍彩排的那个吧？你们看彩排都不会有问题啊，因为人真的太多了。看看看，就点爱心花掉，笑死！来，我们再听一次。哦，然后我的耳麦在那个 Come on, let's do it 用的时候就被我甩掉了。打喷嚏？什么打喷嚏？谁打喷嚏？哎，没有跟你们说，我跟你们说，为什么那天眼睛会睁不开？因为我那天水肿，因为我前一天晚上工作还是干嘛嘛，然后我比较晚到家吧，还是怎样？反正我就晚餐比较晚吃，然后我就去便利商店买了一个油饭跟一个剥皮辣椒鸡汤，然后结果就肿了。我直接水肿，你知道吗？几点吃那些的？11点吧。啊，不是啊，啊，我工作结束之后就是那个时间呢。你知道我们常常工作完时间都很不友善。你不是水喝的太少？哦，我本来是对我水也喝的蛮少的。哦，可是。畏光也是真的，因为他不是有一阵子那个太阳突然转大嘛，就是畏光再加上水肿，因为我看你们就是那时候我们进场的饭排，然后我们不是在那个帐篷里面等嘛，然后我就在帐篷里面等的时候，我就看大家饭排，我就说今天太肿了吧，今天发生什么事，这是怎样？然后我就看到那个饭排，我说完了 ，barbecue 了，因为那天很早就起床了，就是水肿都还没退就起床了，然后起床化妆，化妆我就早上通常也不会感觉说我有多肿，但是我看到大家饭排，我直接发现我有点肿过头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没太阳的时候，的确眼睛真的很大，但是我的脸看起来超肿的。后来补强了，没有，后来水肿就比较退了，我觉得。没有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退多少，但我只要早上起来都会很肿。谢谢阿波的缘分相遇。好了，我把我这几天小剧场的东西都跟你们讲了，你们不要去留言哦，我只跟你们分享一下。谢谢大方的香槟 level one， 谢谢。谢谢看你的冰块雪人，我刚刚讲什么忘记了。TWT 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？知道什么？你话讲也没有那么关心，不过，哎，这样等一下我就跟你们讨留言讨来的，我就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，没有，就是你要那种，就是，就是你真的觉得好，就是哦，不会算了，我不要讲，越讲越错，多讲多错，我真的是，没关系。万一 CWT 唱不好，就惨了。谢谢平平的告白气球。
早知道我就不要跟你们讲我的内心小剧场了。哦，对啊，你小盒子跟我说，我觉得今天表现很棒的话也可以呀、啊。我就是，不要，我已经被开串很多次了，我不想再当那个标题了。那那怎么会这么好听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。你们直接传小盒子给我就好了。你在场的各位，就传小盒子给我，对，就对，嗯，好。我怎么这么多小剧场？我的剧场真的是有点太丰富了，你知道吗？谢谢光泰的终极捍卫。对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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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人人自杀的正义，好像打喷嚏了。谢谢苍苍的紫谱的守护灵。看月牙弯下的泪光，在丝路之上被遗忘。是谁的心啊，孤单的留下。他说自己注重了点。自己这次注重的点可以吧？没有啊，耳麦，对啊，耳麦都是主办的。但耳麦，我觉得耳麦很好啊，它收音很好哎、欸。因为我其实前面 Come on let's do it all night 的时候，我的耳麦就已经被我甩飞了，因为我转太大力，就是踏的那个太大力，然后耳麦就被我甩飞。我融化，但没有特别说，对，没有特别说，就是表现就是有到。的那个水准吧、啊，三种不同款式的耳麦哦，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没有，可是我们那时候彩排都没有问题啊。讨论你是不是换耳返？哦，你说彩排吗？因为彩排我没有，就是我不是。就是那是用公司提供的，不是我自己的。我都想爱他，但事实证明，就是我的耳朵还是我的耳朵很看，就是对，不是每一个东西都是，不是每一个耳机都适合我的耳朵。对啊，但是上场力道会更大，所以很容易甩飞。我以前想去定制耳麦，但想说应该用不到这么高级的，应该先没关系。其实耳麦真的不是一个非常常用的，我好像买多少四五千块吗？还是三四千块？五千块以内啦。一半钱钱就有，但那不一样的感觉啦。我知道定制耳麦很贵啊。如果是定制的话，我一定会在上面粘满水钻，然后想办法粘紧一点，真的。但我平常在用的那个，我突然忘记那家叫什么，森海上耳，今日のバッグなんだか重くて。そう誰かに持って欲しかった、だからちょっと頭を絞ってハートをつってみた、甘い
ため息ひとつちらりと見ておねだりするのわるくりん。谢谢 Drake 的让小宝风是足。哎，我都还没有发文感谢那个花束的部分，还有那个立牌的部分。他在我预计的下一篇中，因为就是我想说我第一篇一定要发，说我到底有多衰这件事情。然后对，我现在还在发11月的照片，已经12月初了，我还在发11月中的照片。要三篇吗？嗯，再看看排版。学校宿舍洗澡有人放这首啊？你没有说我会。没有，因为一忙就没有时间修图，但我每次修图都修很久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。我的歌里，今你哭。回顾就会一直看着，没关系。非常值得纪念。今日のバッグなん？可恶。遥か先へ。ワルクリ可以剪花絮。欸，我有那个，我有ワルクリ的影片呢。センターステージ集まる。我有ワルクリ的影片呢，可是好难听哦，因为我声音还没恢复。我要偷偷听。我的衣服好了。呀，好奇怪啊。全部持って还没拍完，欸，底片很贵，好不好？又不能一直拍。底片很贵，全部持って。噔噔噔噔噔，今日のバッグ。难怪跳沙鲁，你开始学坏了。你是不是在唐坑待久了？开始向大家学坏了。那个飘雨的部分，嗯，底片不拍完就不拍里面，我知道啊，但我一卷底片都拍很久哎。你各位先送个30-40卷，然后我再来一场活动拍一卷，没有了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，5张1卷很快就可以写，那很贵。洗一次要100块，复古用底片，你自己就是洗衣就下。好 ，OK， 欸，等我一下，我想再喝一杯那个桂圆红枣茶，我要去热它。
跟你们说，我们家的家具就是人间凶器，你知道吗？很痛。我们家的家具全部都是奇形怪状的，所以你只要重量就是基本上快往生的那种。九蛋，你什么时候不出来？然后你给我那个接每日任务才出来。对，还是实木的，超痛，谢谢。好痛啊！很痛，他真的很痛，血就红的好忧伤。嗯，不会，我今天穿长裤，而且他其实他虽然是木头，但他其实不会很尖，所以基本上不会怎样。感觉有个人跑出来。啊，感觉到你是什么几个人啊？什么一人的你一个人的人啊？几个亿？那天体感就是跟动，真的。啊，我真的从确诊之后，这个声音真的就变超难听。木头人家就醒剧了，真的。提到脚步频，笑死！我记得我还想跟你们分，不是分享讨聊什么，但我忘记了。我刚刚跟你们聊什么？不是每日，忘了。我刚刚讲什么？出路分析。刚刚又想聊出路分析，但现在还好。简单是，哦，对了，哦，就原本的主题是聊日本，对。好，没关系。可你不觉得就是，哦，我跟你们说，七七啊，他很贴心哎，你知道吗？他去日本有想到我哎。他送了我一个这个吊饰，哎，黑鞋七七，他现在在我的包包上。然后他就那个练舞的时候就拿这个，他说：“栗子，你看这个，我觉得这个很适合你。”然后我就说：“哇，好可爱哦，是要给我的吗？”他说：“哦，对呀，欧米亚给，哈，超可爱的。”对，他就说这个抄你的，所以他就买给我了，超可爱的，戴在手上吗？可以耶，好笑、哦，就是吊饰，很可爱。阿晴人超好的，谢谢阿晴的礼物。闪闪发光，闪亮闪亮。谢谢阿晴，但阿晴我拍了你的限动，我还没发。嘻花。喝到还是要分我一点，虽然阿晴平常都好了，他没有欺负我们。我想说，
虽然平常阿琴都欺负我们，当然阿琴没有欺负我了。大丈夫。他有拍给你时候，给像给小龙什么意思？那他都欺负谁？不好说，不好说。场主有没有派人怕他？怕他啊？他草主大姐，跨年后才出现，不会不会不会。面面也送我啊，面面送我那个，面面送我利奇，我去拿，我顺便去装一下那个。放一下，我给你们看，这是面面送我的。面面送我的，等我去装一下东西哦。米娜桑，我回来了。嘿，嘿 ，sorry， 让你们久等了。好了，刚在装水水。对，在。
在已经收掉的咖啡买的。你看，力气。对，我煮很大一锅。对，我还没装起来。这种东西就算不装起来，放着也是很开心啊。身上两个比较远，你说我吗？这样是在塑胶袋。那亲爱的吗？没有，有电话还是挂着我比较适合。嗯，谢谢大风的一封信，谢谢大风的行李箱，不装起来就可以抱着睡。啊，但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因为我其实已经都蛮没有地方放了，可是这些东西就是等到我有自己的房间的时候，他们会出来。你的话我会说今天什么？今天你要嫁给我，听我说。谢谢大风的香槟 level one， 你们知道这首吗？手牵手，谢谢大风的香槟 level one， 万万万万万。所以就要盖脸上，大家差不多可以那个喽，大家差不多可以打内容喽。听我说，手牵手，跟我一起走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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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当然我们没有差那么多岁，谢谢林果，救救你哦！因为我们多年轻，谢谢思琪的真情告白，谢谢人哥的戳戳你，谢谢泡泡的。让小宝风氏族，戳戳你真的很可爱，跟啾啾你一样可爱，那就是可以增加我的可爱度的东西。现在婚礼是哪一首？谢谢卡尼的让小宝风氏族，谢谢 Popo 的一封信，谢谢庄颖的紫谱的守护灵。那你们觉得啊，不是，你们现在去婚礼都是什么歌？哎呀，起来救救你哦！耶！南部的婚礼还是今天你要嫁给我，北部的就嫁。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。你们身边的朋友开始在结婚了吗？这样问好像很奇怪。你们还是你们身边的朋友都已经结完了？我时刻提醒自己别逃避。为什么婚礼会有红莲花？很多都有孩子了，居然吗？上次公演完才去婚礼，哦，小孩都蛮大的，哇哦。婚礼的祝福，接了两三台。这样也是还没结婚，小孩都好几只，天啊！大学同学毕业快乐，真的假的？小孩都跟 QD 一样大，没结婚好像是我一个，这个是调查年纪差不多，会吗？那有些还是要早结婚呢，参加很多婚礼主角的不是我，那你是嘉宾吗？你有被邀请去当嘉宾吗？我们童年的结婚歌单也是跟我们一样啊，让干爹了，还是有结了的，那不正常。不过你是因为我们年纪差不多吧？我刚刚讲什么？嗯，酒店的跟小孩很危险，真的。太过分了，没有那个，应该不会有那种吧，就是
那个，你们知道有一首歌叫《好朋友的祝福》吗？好朋友，我祝福你们，只想鼓起勇气和你聊聊美满的人生。我在等待可以让我中嘉宾的机会。对，应该不会有这首歌的机会吧？那年我失去最好朋友和我最爱的人，你们相爱，我和悲伤共生共存，而爱造不了人。对错不会永恒。现在欢迎认识了七安。简单女友主播就自己带个小型喇叭这样。好朋友，我祝福你们。都很喜欢我的。在下上台上，真的假的？谢谢人哥的吉普的守护灵。人哥现在不聊天，还是你在很认真的去拍拍立得？心中握上前男女友们能在一起，这也太悲哀了吧，也太悲伤了吧。爱你不是我的，祝愿下有情人终成兄妹，不要再认干哥哥跟干妹妹了，世上没有这些东西。说你们有没有认过干哥哥跟干妹妹？有没有？你各位有没有认过干妹妹？这种很负能量，我会好好的。谢谢小包子，啾啾你哦。然后干妹妹都不是真正的妹妹，等级还不到。谢谢伯君的真情告白。小时候不懂事，只是干妹妹。这通常都不会只是干妹妹而已，小时候没先认就亏了。干妹妹不是真的妹妹，我知道，你不要挑我语病。真的妹妹会只会吵架，真的妹妹只会吵架而已，真的兄弟姐妹就是吵架而已。好啦，我来念榜啦，大家。好像借口更多，什么什么？现在不流行干妹妹，那流行什么？谢谢婆婆啾啾你哦。谢谢卡尼的告白气球，耶！要念榜了，大家。什么借口？谢谢汤汤的吻手礼。谢谢杰的掌声鼓励。好了，放个音乐，我要来那个。
STU 的那一首 Hanawa， 谢谢数学课本救救你哦。音板又没电了，我们赶快来念吧。もしもの世界から遠く出たら、だんだんなくなるのに。念板了。第一名是大风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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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谢谢第一名的大风，谢谢，谢谢大风。House of十二月份，东京十二月三号到十一号有 holiday 活动，但已经没人了。cafe 只开到十二月十五号到二十七号。jazz room 的预约开放。神户十二月十号到十三号有 holiday 活动 ，let's pop up 只剩十号跟十三号去找一下那些人，很慢，所以有耐心。祝你好好用心哦，好用心哦。还帮我全部都打出来欸，我现在觉得能看得懂日文真的很厉害，我也想看得懂日文。谢谢谢谢第一名的大风，谢谢大风，谢谢第一名的大风，谢谢谢谢大风。第二名是平平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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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谢谢第二名的平平，谢谢平平的书，谢谢平平，耶！双马尾平平，谢谢平平，谢谢第二名的平平，谢谢。希望你可以拿到补签卡。谢谢第二名的平平，谢谢谢谢平平。第三名是包子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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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谢谢第三名的包子，谢谢包子。早点休息啊，不是我喜欢你的，而是你的所有样子我都喜欢。哈哈，怎么现在要打扮一下才是我的风格？谢谢哈。人家就打喷嚏打不出来，他就卡住了，好，他就卡在那边，好，好啦，谢谢包子，谢谢第三名的包子，谢谢包子，谢谢霸王。这包子的包子的台语怎么样？霸包吗？那是肉包哎，包啊，我包啊啦，是吗？包子，算了，你就叫霸王了，我霸王了，谢谢，谢谢第三名的霸王耶，谢谢。第四名是 Dragon， 谢谢 Dragon。那不会只发可爱了，可是你就很可爱，可以发可爱啊，可以。Dragon 不可以这么花心哦 ，Dragon 的出现的人好像越来越多了 ，Dragon 怎么会是 Dragon？ 好听到不行。就晕啊，你就只可以晕啊，只可以晕我啊。谢谢第四名的 Dragon， 谢谢谢谢 Dragon。 第五名是幻影战士，谢谢幻影战士，谢谢。明天一次打 OK OK， 谢谢第五名的幻影战士，谢谢。明天打，明天打。第六名是 Kani， 谢谢 Kani。 嗨嗨莉莉，嗨嗨。跟我许的愿望，两人两人两人一加一，我今晚我要苏米，我要苏米，アイドルでい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。あなたがいてくれたから。谢谢第六名的康妮，谢谢康妮。第七名是林国，谢谢林国。
啊啦啦啦啦啦啦，他们不是姐。哎，那圣诞也有在水准上了。好了，我就是想要水准上就好了。我没有，因为我知道我其实也没有在就是坐着唱的那么稳，对，就是还是有差，但就是想要获得一点大家认同，然后我就是很自己小剧场，但没关系，我知道就是大家不讲，其实就是觉得哇，就是有在标准之上，对，对，谢谢大家对我的肯定。那在外面还是紫色，真的，这发色真的蛮棒的，就是布丁出来了，还是没有这么明显。谢谢啦，谢谢第七名的林果，谢谢林果，耶，谢谢。第八名是最近被我变很惨的人哥，谢谢人哥。莉莉局长超帅了，我跟我就不认同人家看亏了。我要那个全部给我下去。哎，我本来擅长让丽丽有这么帅气，当然我不止可爱，我还可以帅帅的。所以人哥要多爱我一点，不然我都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爱我了。谢谢第八名的人哥，谢谢谢谢人哥，谢谢第八名的人哥。第九名是钟颖，谢谢钟颖。几下班就是这样，开玩笑的啦。谢谢第九名的钟颖，谢谢，开玩笑的啦。姐姐都跟我们很好，也对我们很好。谢谢第九名的钟颖，谢谢。第十名是阿 k 拉，谢谢阿 k 拉，谢谢。嗯，然后困惑也换换就完了，要像跳的那宝姐姐。谢谢，谢谢第十名的阿 k 拉，谢谢，谢谢阿 k 拉。第十一名是光泰，谢谢光泰。那个喵喵真的很可爱，还是你下次要换一张迷音喵喵？那我每次都要学他的表情。谢谢谢谢光泰，谢谢第十一名的光泰。第十二名是泡泡，谢谢泡泡，谢谢。可不，那个棋我没有，当然了。这堂坑人有点难。观察下来，只遇一个人对唐坤人真的有点难，想发疯都可以。什么意思？我看不懂。那个棋我没有，笑你，我有，是面面的爱。谢谢谢谢第十二名的泡泡，谢谢谢谢泡泡。第十三名是数学课本，谢谢数学课本。辛苦力的各方面都，我会好好休息，好好加油的。谢谢第十三名的数学课本，谢谢。第十四名是 C 库里 MK， 谢谢 C 库里 MK。C 库里 MK 换那个嘞，换头贴了。平板要充这么快？好，谢谢第十四名的 C 库里 MK， 谢谢。赶快去充电，大家快撑不住了，赶快去充电。第十五名是小薰，谢谢小薰，可爱的史努比。谢谢谢谢第十五名的小薰，谢谢。风足球买奶茶，一二三。第十六名是思琪，谢谢思琪。嗯，要个生日祝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嘿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嘿嘿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嘿嘿嘿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嘿嘿，耶！谢谢思琪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唐坤。糖跟糖好像会越晕越多啊！哦，真的耶，好像大家会越晕越多。你也可以啊，加油！我对我羡慕懂日文，我真的不懂。东京近郊新开的温泉，好啊，好啊，饱啊，饱啊，霸王。谢谢大家对我的肯定，害我笑超久了，下次超明，下次超明白的笑死。C cream K， 对，永远不会改回来了。好啦，那么今天差不多到这里啦。好啦，大家拜拜。
下次直播见，拜拜，拜拜。